介绍这一个 Lux Lipstick， 是这个，看吗？漂亮的 ，From Colourpop， 如果你是日式文化的，是 Colourpop 的第一粉丝，所以现在是被画了这个妆，我是想 try out 这一系列，我一共选了5个颜色，有黑，还有这个 teal， 好像这个眼影颜色一样。 然后剩下的三个都是比较 nude 的颜色，我开始吧，这是什么？我到底选了什么颜色？哦，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个深色的，去看它的包装，漂亮吧？这个是有星星图案。可是 no， 我觉得我会从最浅的颜色开始先吧。 每个包装都是一样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到这一个 FB 颜色，所以我现在涂喽。带点那种 peach 的颜色，突然我觉得还蛮不错。本来以为看到好像会很惨白，可是基本上是看到颜色。 接下来推的第二个颜色是这个 Lip Over， 也是算是 New Color， 可是还是比较深色的哦。基本上来讲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就是属于到 MLBB 的颜色的过后。 它又很衬皮肤，大家开始进入三个最深的颜色了，我的 Gallop 咯，所以它是 Gallop， 所以它是一个很深的红 brown 色这样的，再穿喽。 这颜色很像我那些很多那 matte liquid lipstick， 我很喜欢这样子系列的颜色，超漂亮。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会挑战两个最深的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那个应该是这个 try 的颜色，然后还有跟我们第一个颜色这个叫什么 teal。 只是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颜色啦，所以我觉得，那质感真的是整个这样一滑的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哦，我是中毒了吗？ 然后你在上的第二层的时候，那个颜色还是一样很饱满、很平稳的。我真是好奇他们怎样可以做到每一个那个颜色的 quality 都是一模一样的。 好难切嘞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不会骂到人了。